屯門喺半場換咗人啊，換出咗7號黃之維，換入嚟就係28號猛提。 恩琪啊，阿大 A 啊，各場就爭啲可以直咗個公門啦。阿麥恩琪就係以前踢黃埔社區嘅，咁啊黃以前黃埔社區有兩個 Amy 嘅，一個就係佢，另外仲有一位嘅。咁其實上一季啦，上一季都轉咗嚟屯門啦，兩個都係。 即大細 A 都嚟咗屯門啦，但係兩個 A。 麥欣琪嘅 Amy 就 AMY， 而另外一位咧就 AMIE， 都係叫 Amy。 Thank you.
下阿范地卫够勤力啊，杀翻埋嚟啊！咁姚伟如果唔系几大镬，可以。如果俾個吳子晴喺到隔離個幾大劑，佢唔係我睇唔到，係啊，有咁嘅鋪咩？搞到我跳出好，而家輪到啊朱永賢，多點啊朱隊。屯門換人啊！俾你咯，送俾我冰城。玩咗咁啊！對唔住，我下次我會咁做嘅。因為限時啊，收時。啊！之前我哋踢冠軍賽都係咁樣，又下場。好啦，咁啊，交場啦，係咯。朱永賢都順勢換埋出嚟啦，咁換入就係郭文森，31號。
有琴藝吧，有粵藝啊。加球嚟啊！呢個賣國球。看不到啊，球證，紙球證看不到啊。呢邊防證又過咗期嘅。球證換人啊！球證。
周永彤99號，相信各位觀眾都聽到主場所講啦。黃慧儀嘅作用就係助攻中場。咁范利维攞个黄牌啦，举个角度踢中咗啱啱换入嚟嘅黄慧儿。你呢个冇，你有冇事啊？要有事先得啦，我都冇事，我嗰个可以红线冲噶嘛。系啊，我冇反应啊。擺正啲，等可能你個殼啊，你個
奥场行话龙门吴文轩，而另外一个瞓咗响度咧，我冇睇错就系晚琼。黄祖贤换入嚟啊，换出嚟就系马恩。Thank you.
屯門就換人啊，咁啊廿二號攞魚就換出嚟，換入嚟咧就係六號好精型。瞓低咗個位又係十號嘅海洋，有啲抽筋嘅跡象啦。換出嚟啦，咁呢就換入嚟咧，就係十四號嘅陳先豪。
觀的。
柱，挨住條柱，啱啱叫到烏一虎都出嚟，麥恩琪想衝前保中，但係都保唔到啦，黃金嘅機會啊！都已經係向拍倒下向住個龍門飛埋碌入去噶啦。真係都估唔到阿范利偉個罰球咁靚，彎喺個人牆隔離飛埋去喎，條遠處嗰度。以前都唔覺壞，只係睇到嘅，球證睇到嘅，攬跌咗啊，林秀玉。啊 ，Fanny 以前都唔覺有啲咁嘅罰球嘅喎。今次就係何盈開啊，應該就斬嘅啫，就唔係直射龍門嘅。哇！林秀樂頂到㗎，啱啱吳文軒跳到出底線輸角球呀！正型啊，頂高咗，即係用咗個頭殼頂，頭殼頂嚟頂嘅。睇嚟嚟緊呢五六分鐘去到保時到尾都要行奧場行話都要挨打㗎啦，就屯門都冇得諗㗎啦，都會係谷曬上去㗎。啱啱咧第一下咧，蘇寶宇嘅三頭哥撞翻個波落嚟，咁啊冇控定嘅。咁如果控定咗咧，呢球又唔同講法嘅。但係屯門谷咗好前，會唔會有機會俾
奧場同埋打反擊咧。各位觀眾，嗰個而家直播時間係慢咗大概分零鐘啊，而家都去到44分鐘啦，即係89分鐘噶啦。身位得贏了，攞翻個控球權。何盈都想買你，好，我唔會吹罰咗屯門呢一下。好，啱啱去到保時啦，我隻錶。比數0-0，0-0咧就要借12萬啦。龍門又唔掂啦，即係吳文軒又唔係好掂啦。而家踢到4:17.10噶啦，好緊時噶啦，又係個保時應該會長啲嘅，即係而家先10:30嘅啫，其實夠時間嘅。罰球嚟嘅，罰球嚟嘅，係啦，近住底線嘅罰球，罰球嚟嘅，近住底線嘅罰球嚟嘅。好嘅，各位，屯門呢一球搞掂咩？而家都48分幾㗎啦。奧場人話就係張海怡
張海浩已經是預備上入嚟㗎啦。咁啊，射失羽馬，花點時間零比零。第一個主射嘅就係鄭海瑩，行畫射嘅咧就係黃玉玲，啊依啲招數有嘅。比一啊！而家主射就係何影，全部嘅球員。失咗啊！我阿爺，咁樣就第二輪屯門係二比一啊，十二碼嘅比數。然後到第三輪射嘅球員咧就係羅文秀玉。射第三輪咧，就係吳子晴，以往都曾經效力過傑志嘅。第三輪之後比數屯門是3-2，咁啊第四輪屯門射球員就是范利偉。
恆華奧場恆華社的球員就是劉敏國。四輪之後，屯門十二碼是4-3領先奧場恆華，嚟到最暫時第五輪啦。如果入的話咧，咁就冇問題噶啦。咁啊，射球員咧就係馮樂融。屯門攞到賽馬會女子足球聯賽聯賽杯乙組嘅冠軍啦！周寶宇、郭文森，再跟住就黃思維，然後就係范利偉、林秀玉、郭晶瑩，跟住就係馮樂融、陳明恩，然後就係鄭海瑩、陳明傑。就是最後就是保留女仔林磊大姐好犀林磊大姐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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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間好正經的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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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少少，俾你，一、二、三。